把这个皮带朝着这个潮了，皮带朝了正中间，前面也是在这个潮了正中间。 再把这个螺丝锁紧。 这边螺丝也要锁紧。 然后把这个织带把它卷完，卷完之后向我的右手边卷转，把织带把它拔住，转四圈，这是第一圈，这是第二圈。 这是第三圈，这是第四圈，在卷的过程中，注意手不要卡到这个槽里皮带槽里面去了，然后把这个织带用手拉出来长一点，用手抓住，从织带轮的位置穿过来。 好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 注意织带的方向啊，这边是有扣了，这边没扣了，朝下面。最后把手把再装回，后面。